肖战爱豆孙燕姿，邓伦爱豆张韶涵，金希澈爱豆祝绪丹，杨紫男神大有来头。肖战的爱豆是孙燕姿，肖战本人虽然一直都是比较开放的，比较调皮的那种的，但在自己的爱豆孙燕姿面前，完全就是一个大姑娘的感觉呢。王俊凯的爱豆是周杰伦，每次看到周杰伦的时候，王俊凯一直都是比较乖乖的那种的呢，看到这个样子的两个人感觉也挺好看的呢。邓伦的爱豆是张韶涵，大家都是知道的，之前在明星大侦探当中看到张韶涵的时候，邓伦可是超级激动的呢。金希澈的爱豆是祝绪丹，之前在韩国的节目中可是没少向朋友们安利祝绪丹的呢，也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人呢。不过在看到杨紫的男神之后，网友直呼大有来头，杨紫的男神竟然是彭于晏呢。之前在快本中看到彭于晏的时候，杨紫可是超级激动的呢，